家的参与能让我们更好更美，然后大家长幸福长长久久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吃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吃，不用那么急，对不对？好，或许我们也吃得比较早，所以我们的旅程也应该会比别人好一点，会比较顺利一点。回到家，有时候车子到达我们三公里的范围，可能大家都急着要赶回家哈，所以也来不及跟每一个朋友们打个招呼。所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真的一起，那我们的有酒杯就举酒杯，没有就喝饮料，因为这个酒是我们自己的心意。听说也蛮好喝的，只是我不敢喝，我就用茶。来跟大家一起做祝福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配合，还有在这里要很感谢当天帮我们做报名动作的朋友，这两天没有跟我们一起出门的，我有带点东西回去给他们。然后还有在场，我也再次谢谢，也请大家借你的双手来帮我感谢几位朋友。东华夫妻，好不好？东华兄妹，坐着先不要坐下。还有的秀满一家人呐、跟康大哥呐，吼。这两夫妻在第二车，然后也站起来，在哪里的？温暖暖的，秀满一对，整个背对背，秀满，我就看到你怎么没站起来，在你后面啊！原来我在你后面，你很壮，还有当大哥，还有现在还在拿着相机、摄影机都还没有吃饭的唐大哥、张家峰姐，也请谢谢他们这两天的帮忙，真的很感谢。酒都不能动酒杯的哈，好，谢谢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次谢谢黄大哥跟秋珍姐，夫妻真的好有用啊，哈，谢谢喽。Thank you.